实是这外人不只一个所在，咱有一个工业区，甚至搁来一个工厂，咱的人口绝对会拉来拉侪，像是整个台湾，甚至全世界，也是高龄化的社会。咱面对咱侪侪问题，到底咱会到底变哪来继续来领受上帝召命，来继续来向前行？这嘛是咱八十周年的时阵，必须爱去想，下一个架子，咱做咩领受的生命？不是无论安怎，咱感谢上帝，咱以这个所在做起来成长，当然嘛，这个所在做得老蛮晒。人拢是有限，不过只要咱会当来挖到上帝，和上帝的光来护庇咱，变少伫这个土地。今日我要用行伫真理中这主题，把咱做起来分享。伫今日咱所看的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先第五节，伊讲反对伊所听到的话来传落去的，就是讲上帝是光。伊全然无暗，这段圣经，伊讲上帝是光，伊全然无暗。即句话阿讲是约翰一书的作者，伊所要传达主要的重点，就是上帝就是光，有光的所在就完全无暗。伊是光，咱平常时看袂到，不是若是无光。咱在咱的环境无暗中间，意思是讲，光虽然平常时咱无拄到，会当感受到伊，因为光真自然、真素常。可是只要当咱陷伫黑暗中间的时阵，咱才会知影光的要紧。啊，黑暗所代表的就是咱的软弱，咱肉体种种的罪性。其实咱基督教所讲的，就是咱人是有罪的。咱必须爱对真侪悔改的生活，这是咱基督教非常强调的一个重点。其实大部分咱想要爱真侪，咱肉体心灵上的罪，是就大部分大病拢是对小病开始。人若看大病，就方面较爱伊，像是伊家己也较感动。这平常时咱就爱较注意。咱身躯的小病，通过健康的检查，通过咱个人生活的作息，通过咱的运动、咱的饮食，甲姊妹，黑暗常常会充满伫咱生活中的小细节的困难，啊，个魔鬼就藏在小细节的当中，不断，互咱来受破坏，互咱的生命看袂到光明。伫今日这段时间中，爱帮助咱怎样学习来成做一个行伫光明中的人。我想对咱教会面对下一个六十周年，这非常的要紧。伫过去历史中，拿咱的感恩，也有做做咱的关系，安尼咱才有材料来继续来行往下一个阶段。伫这段时间中，基本上六十到七十。这是讲到人甲环境的关系，人甲上帝之间关系的关系。过来第八章到第十章是讲到人甲人之间互相关系的关系。咱来行伫光明中，咱首先爱会晓和上帝保持有好关系的习惯。第六章、第七章，伊讲咱若讲有在甲伊交陪来行伫黑暗中，讲白啥？无惊真实，不过咱若惊伫光明，亲像伊建伫光明，就咱三个交陪，甲伊个囝也做着，使着咱拢总有罪。所以，真正使咱看见甲上帝交陪，就是团结，基督徒就是团结。即个甲上帝交陪的生活是甚款的生活呢？伫即两十个圣经非常清楚甲咱讲，就是爱不断。去经验着咱的罪和耶稣的血来洗清伊的生活。因为刚刚分享的姊妹，伫今日这段圣经在真清楚来讲，咱必须爱大声甲上帝去做好团结的生活，咱才有力来行行光明的道路。
这个道路是不断追求新的生活，我的生命、生命常常有换新的人生的道路。啊，只有跟咱甲上帝保持有团结的关系，成对一个行伫光明顶的人，咱才有自然去成对一个会当善者，甲人做伙有团结关系的人。所以善者第八十到第十节，咱看见，咱要怎样成对一个甲人同款嘛爱有团结生活的人。但是我来拍第八十。第八章讲，咱若讲多济，就是迄个真真理也无点是咱。人上界大个盲点，我有就是毋知影家己问题出呾咯。无承认家己是一个罪人，啊，一个人爱下当真实去甲人有团结个生活，咱大先一定爱知，原来我家己嘛是一个罪人，即个事实。安尼咱才会当谦卑，会当去看见，会当去接纳。别人甲我无共款个意见，所以咱必须爱常常用信心来引导咱。咱读圣经个时阵，伫圣经爱读着家己，毋是咱干焦读着别人，而且爱将咱所读着个爱记起来，用祈祷来反省来认罪。我常常感觉读圣经只有真正读着家己，我才有材料去教是人。若无，干焦伫撒达。毋是用咱的花名在教导，即款的教导就无法度看出好的效果出来。后来咱来拍地到拍地站站，人甲人之间的团结的生活，咱也必须爱愿意来尽家己的罪。咱伫上帝面头前爱尽家己的罪，咱也必须爱谦卑伫人的面头前，特别是得罪咱的人，还是咱去得罪的人来尽咱家己的罪。第九十二十十，伊讲咱若真家己做，伊是公义，真真实公义。要啥物咱会做，所以咱拢做会不离。咱若讲袂捌犯罪，就是互伊最高最高第十个，伊的道理无变难。咱除了爱知家己有罪以外，咱也必须爱承认家己有罪。若是讲我知影我有罪，总是我较无信心来承认家己有罪。你着是毋是？发病的人，伊知影我家己有病以外，伊嘛爱进一步去找医生来治疗。当咱医生的面头前，伊便当咱倒伫病床顶，手术台，通过麻醉，咱就来提高医生的手，任他宰割。最过瘾的是啥物事呢？所谓人家己的罪，意思就是讲将家己完全。家己的软弱完全交予即位上帝医生的手，咱若不顺服伊，愈将家己完全交予伊，伊对咱的治疗就愈得力。比如前一阵我去照胃镜，我去照胃镜，我拿喉真真敏感，结果照胃镜时阵吼，我一直在挣扎，吼，一直在扫，后尾我头发都飞起了，刚刚发觉我胃里面。有一个小小的石头，伊讲我着切切切，伊伫咧挣扎，伊我着石头。后一摆我着较巧，我着开始去做迄个止痛的，我去麻醉，做大肠镜，所以安尼麻醉用袂了，我着啥物都唔知，任他宰割。所以麻醉了后，哇，迄个大肠镜做了非常的彻底，跟个地同款，当咱来学习，伊要完全含好医生的手，咱才会当学习。万一去尊重人，去尊重人，那咱会当甲人有即款好个关系个关系出来，结果上帝医治，去看要发生伫咱身上。上帝医治要互咱个心灵会做，互洗清楚，嘛要互咱因为安尼，互咱个身躯也有问题，只有通过上帝医治，咱个关系才有法度长期好下。有真正必须三件的关系，我感觉今日这段圣经在对我本身，兼且嘛对广告的，还有真多的帮助。那个针对后一个教主，咱必须爱认识过一摆，甲上帝制造好的关系的时候，认识过一摆，伊达到咱的面头前，从未认罪，从未谦卑，从未怕别人，伊家己看到。学会完全幸福
上下手。咱去到甲人过的关系，当咱有遮这么好三宝宝的时阵，也在面对着下一个时代，这个世间有甚物款的变化，咱不知，总是咱知，当咱有啥，啥大，会当也看一切做，啥会当生存，做做指标，伊咱就知。当上帝来帮助咱，不会无贪图的观念，不会咱进修的完的打拼。咱继续引传大甲教会，伫下一个时代，下一个教主为主来活出真水的画面。诚济咱进步的模范，啊，诚济进步的榜样，来上到阿头做来分享。先来做感谢伊，全教会奉主名祈祷，伫这个所在经过一教主的时间，一教主的时间讲长无长，讲短无短。总是阮确信，上帝伊会阮对头到尾拢会看顾阮。放在阮伫过去一段时间有欢喜，后做着艰苦，总是这一切拢上帝稳准的手。求上帝，阮伫着教时会当互相伫上帝面头前来看上帝是伟大的上帝，同时看阮人是卑微的人，是拢会同款。我嘛知上帝的恩典够了阮用，现在面对下一个教主，求上帝赏赐予阮有信心、有毅力，同时有彼此认罪的心，互相交陪，才做好关系，来三个月面对后一个教主的挑战。上帝，你要继续甲阮斗阵行，互阮的教会，才做敬教会的模范，也才做敬教会的骄傲。都感谢，都是耶稣。